强，你带人来我这里，动作麻溜点，人带多点，把保安公司的人也带来吧。好的，老大，等我，马上过去。哈哈哈，今晚在这里的周围几家 K 都是金三少的手下，这小子这次得完蛋了。即使他有那个萌姐保护又能怎么样？那个萌姐我知道的一个能打十个，难道还能提供同时打上百个不成？即使可以，累都累死他。这小哥哥可惜了呀，长这么帅，要是被这么多人打成猪头可怎么办呀？好心疼他呀。就是呀，我要是他身边那位女的，我一定会为他挺身而出。你不是那个女的也可以的，快点去把握住机会，上吧，美少女战士就是你了。哎，哪个小崽子这么嚣张，连金三少的人都敢挡？豹子，您终于来了。就是你们惹得我的兄弟吗？你就是这小猫咪叫来的帮手小花豹吗？你们是动物园出来的吗？虎哥被他叫成小猫咪，敢问你是哪家的公子？别不小心海水冲了龙王庙。我李豹子在江海混了十几年，你爸论资排辈都不一定有我高，你这小崽子倒是嚣张得很。豹子，跟他废什么话，按照规矩把他一只手废了，女的留给兄弟们。你还当现在是过去吗？萌姐，听哥一句劝，这事你就别管了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哼，你们干东我的大佬，想问问我的拳头吧。倔脾气真是难办，小子，这里已经都被我们清场了，你要萌姐撑腰，但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百事号兄弟凭萌姐，今晚你们是不可能走出去的。是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你说的那么大的本事吗，还能让我走不出这里。哼，强装淡定是没有意义的，这可是在演戏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在江海惹了金三少的人都得付出代价。雁过拔毛懂不？或者破财消灾，或者哈哈哈哈哈哈。相比担心我而言，你们还是担心一下你们自己今晚能不能安全走出去吧。你特么做梦没醒吗？在说什么胡话，我都说了今晚你敢不给我面子，你和你这小娘皮就都不可能安全离开了。小猫咪你怎么又学狗叫了？都跟你说了，猫咪就是猫咪，不要老是学狗吠。小兔崽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呀，兄弟们准备干活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豹哥，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外面。行了，你给我好好说话，你是十几年白混了吗？说话说不明白。不是啊，豹哥、虎哥，外面那阵仗，别说我和你们，就怕是金三少都没见过啊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不是胡话，外面围上来了至少上千号人，人山人海的，具体数量查都查不过来，而且还穿着统一的制服，看起来凶狠无比，整条街区都被他们给围起来了，水泄不通。什么？上千号人还至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上千人是什么概念？黑压压站在一起围住一栋楼，怕是连只狗都跑不出去。就算早年金三爷叱咤江海的时候，手下最多也就刚到500人而已，如今凑300人都不知要多久，这一下子来了至少上千号人，这是闹呢？这位少爷，他刚才是找我打赌，说一个电话摇人，看哪边能叫来的人多，难不成外面？不是，是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人吗？这虎子是要害惨我呀，怪不得连金三少都敢不放在眼中，看这架势，这少年背景可大了去了。哎，我这的人是不是多了点，吓到你了吧？现在还打算雁过拔毛不拔了？不敢不敢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得罪了您，求您放了我们吧。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，照亮我一路前行，是我生命中最美的相遇，一路安好便是晴天。老大，我们来了。完了。是强哥和哥，而且竟然还是他们的老大，我丢了。就是你们几个敢冒犯到我老大的事吧，信不信把你们埋了。强哥和哥不关我的事呀，我只是过来比人数的而已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是你的老大呀，要是知道我躲他都来不及，怎么敢冒犯他呢？强哥，我错了，求你给我哥机会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打扰了我今晚的雅兴，就想安安稳稳的走人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你们金三少的面子是面子，我兔十三的面子就不是面子吗？几个月不见，十三哥就有如此强大的气场，我的心就像小鹿一直乱撞呀。老大，怎么处理？先将这些垃圾都集中在一个地方，等人来认领。明白了，老大。至于这两个吗？不要呀，兔少，我错了。这等人物
今晚自己怕是把命留在这才能平息这风波，这次真的被这虎子害死了。强哥鹅哥都在这阵仗，就算是金三少来了都很难说得上话吧。现在地下基本都是强哥的天下，这次真的完大了。我刚才惹他们干嘛？我好后悔呀，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去惹他们。阿强，这两个看着处理，不过要等我和青青离开。了解的老大。哇，这小哥也太帅了吧，如果上天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你就别犯花痴了，他哪可能看上你。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知道呀，好像昌哥的抢包厢，两边约架呢。你管这叫约架？整条街都被人硬生生用人数给堵死了，我出生到现在也没见过这么大阵势啊。开眼了，开眼了，现在咋可能有这种事？这是在拍电影，你没看到那些有人拿摄像机的，而且还不止一个。这次的电影投资应该不小，这么多人。我去，你看那辆车也太帅了吧，那辆车每一个百万的拿不下。百万？你是没见识还怎么了？那是劳斯莱斯，上千万的。老大，金彪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金三少，我就知道金三少是不会丢下我们的。连他都亲自到了，这兔十三的势力再大也得给几分面子吧。宝哥，我们有救了。